首富千金要招亲。咩嘢？咪呀！候选者伟伟系猛人。咩咩？咩嘢？你哋唔攰嘅咩？唔攰。择偶条件又系乜？年龄不符，体重不足，相貌不入法眼嘅，请出去啦！良辰吉日，拣好时辰，正式开幕。一个月之内，如果妙儿嫁唔出去，我哋沈家就有灭门之祸啊！择君记，8月28号晚9:30，翡翠台。